刨冰淋上糖浆，铺满绿豆、大豆、荤桂等配料，还有这一味少不了。嫩 Q 的仙草一入口，淡淡的香气在嘴里散开。喜欢加一些仙草。也会。夏日炎炎吃仙草，不少人觉得清凉消暑，但受到仙草产地印尼旱灾影响，仙草果价格大涨，批发价格从每公斤60元涨到每公斤110元到160元，整桶卖到冰店，一桶320元也涨到640元，翻涨一倍。受到疫情肺炎影响，景气不好，冰店业者不敢喊涨。不可能去啦，都是自己吃你不要去，只有就是自己吸收而已。怕涨价没人买的还有仙草工厂业者，厂房里只剩一大锅在熬煮仙草，因为成本实在高得吓人。有的涨150左右，有的涨就是不一定啦，那个趴数是每一家不一定。仙草价格硬是上涨，这让上游到下游业者都尽量选择苦撑，让饕客消解暑意，只能尽量抗涨。三秀来的潘立文今天报道。